中環美麗大廈即將招標，咁計劃保留建築，內裏就改造為酒店。咁其實喺中上環一帶，咁最已經有唔少嘅投資者咧進行類似嘅工作，但係規模咧就相對冇咁大。喺今日嘅設計空間，同大家睇下喺站前裏嘅一座服務式住宅，外形唔算突出，但係內裏咧就充滿咗懷舊嘅色彩。對面咧其實係誒多利監獄啦，同埋中央嘅警署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咧想呼應翻嗰個主題咧，因為我哋呢座樓咧其實係一個80年代比較冇乜特色嘅一啲紙皮石嘅單棟式嘅一座十幾層高嘅住宅樓嚟嘅。呢一座位於中環站前裏嘅服務式住宅，由舊式住宅翻身而成。由於鄰近的域多利監獄建築的外形都是帶有濃厚的殖民地色彩，設計師亦都因應周邊的環境翻新這座大廈，保留大廈本身的外形和結構，只是粉飾外牆，美化外觀。紅磚牆、地下的黑白階磚、吊燈，以至各類的裝飾同埋帶有修飾嘅接待處台面，都營造到復古嘅味道。其實因為呢度係中環區啦，咁就近住蘭桂坊啦，又近住 SOHO 區啦，咁變咗我哋其實個 target 都係一啲外國人啦，或者一啲即係回流翻嚟嘅一啲 expat 啦，咁變咗佢哋嗰個口味，我哋都盡量想配合翻少少嘅。室內單位嘅設計特色又係點嘅咧？这个低层连平台的单位实用面积363尺，全屋的用色柔和，地下铺上木纹胶地板，感觉温暖。梳化位这里铺上地毡，令到室内更加温暖。为了保留大厦原有的建筑特色，单位的室内间隔没有改动过，反而在粉色墙身上，设计师都花了不少心思的。不同地下大堂的是，这里砌的砖墙并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单位其实就需要是比较舒服一点，warm 一点，就是等他们不会觉得好像太夸张这样。所以单位我们比较低调一点，譬如有些灯啊，我们都是用一些铁的灯啊，金属的灯啊，有一点点是好像太古入面，就是文化的时候，有些铁的灯，就是有些光射着你这样。电视机背后的墙身就贴上大幅的竖纹墙纸。至于家私方面，都要配搭翻整体的格调，用一个比较简约的一个底，即系一个 base 嚟做嘅，即系我哋其实主要是简简单单。但系咧喺个简单入边咧，我哋可能有一两件或者三两件是比较有特色啲、怀旧少少，或者个感觉可以喺嗰啲三兩件嘢係出到嚟，咁其他咧都係比較簡單，即係配搭翻拖翻起佢。平台除咗鋪咗户外木，亦都擺放咗户外傢俬。廚房同埋廁所亦都重新鋪過瓷磚。至於其他單位，都係統一翻大廈整體嘅設計風格。好似呢一个位于一楼嘅单位，主要都系用翻木制嘅家私，保持温暖感。不过墙纸就用咗唔同嘅花纹，梳化嘅颜色都有唔同。